今日家里的化学区内，阁会当看到一片阁咧出色的菜花墙，内容是呈现出早期社区的风貌，充满在地特色。啊，伊文化故事多三项，第一个是迄顶啥物清水祖师庙遐一个纪念碑嘛，啊甲庙嘛，或者是因遮迄百年三百年遮算有伊的故事文化嘛。另外就是遮有一个五分啊车，较早迄种台糖是不是有啥物五分啊车？啊，五分啊车拢载一挂甘蔗，啊，这个已经就是没有了吧？现在台糖没有，你要把它展现出，这个所在较早就是可能咧种甘蔗，乌龙江种甘蔗啦，啊车埕啦安尼啦，啊想用铁轨路，那你就我们在画的当中就把那一种花像就把它应用在这一个图面上的是有的五分啊车。绿化社区发展协会积极推动社区的美化和改造，对一开始的社区立靠意向，到后来在社区内活动中心的全规划彩绘。就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在地文化。我社区吼，火车在线吼，我遐较侪啦，遮较无啦。啊，都一直来，都拢无油擦吼，啊，拢我都袂晓嘛。我去年吼叫人要擦无法度，我家己叫志工来擦。啊，今年我就请沈博彦老师吼来甲我擦一个讲较鲜艳的，有一个层次感的吼，要让我绿化社区吼较活泼嘞，啊，较团结嘞，安尼。期待透过社区改造。未来绿化社区会当愈来愈水，本身不管是在地居民或者是游客，拢会喜欢的所在。那天新闻台专家李彩虹报道。